从哪儿进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特别知道。但是我看着这地上全是人，我想你大概已经知道了，我进来了。那过那道雾门就行是吧？应该吧，正好我最后一个那个什么了。我来自飞龙岩的老鼠洞，然后往下走吗？大概吧。Let's see。小门，说咱俩互相看不见，我日。哦，远古龙之路，哎呀，咱俩终于汇合了，真不容易。太不容易Would you 了。look at this? Here all this time, and I never knew. 这他妈的是什么东西？东西？我就不乱动大了，气儿！你看这几个东西，博德安的书，博德安的秤，博德安的剑，这个是什么？博德安的摸胡子，博德安的马。妈的，下棋儿！勇气之剑是什么东西勇气之间是打那个元素怪，哦，一那。轮出2个，你要在四轮之内把这啊一对十一共10个元素怪，你要把这10个元素怪在四轮之内全部消灭掉。那这个正义之路是什么说法呢？正义之路就是你看那张壁画上有一些挂着一些画，然后你判断这个人是应该判他自由、判他死刑还是判他监禁？我刚才就他妈这个弄错了，我判了他自由，然后他跟我说他妈的我不正义，妈的要判监禁，操！我是邪念，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？那个拿着书的那个智慧之剑是什么东西呢？智慧之问，对。洞察之剑是找路吗？还是解谜啊？还是？洞察之前就是你看3本书，你觉得哪个人坏，你就选哪个。然后最后这个是下棋儿之间，你是白子还是黑子？我是白子，你看啊，黑国王必须2步之内死。你看，兵往前拱一步啊，这个是国王吗？这他妈这不哪个是国王？这个是主教吧，应该。能不能直接把国王击毙啊？把棋子给他拆了！这个2步到这儿来不就完事儿了吗？不能吃子儿吗？这个是皇后是吧？对啊，皇后，我吃这个主教不是吃完了？不，哦，皇后，这是不对皇后。呀，我吃完了他。肯定僵死了呀！等等，我想想，这个可能是皇后，这个可能是主教，这个是王。哎呀，你鼠标放上去。哦，没事，我在外边呢，我不敢进来，我怕你扰乱了，我就在外边站着。你进来，你鼠标放上去，就看见哪个是主教，哪个是皇后了。你存个档，那你存个档，兄弟怕进去给你打断了。不是，我皇后吃这个像怎么了？皇后吃吃这个杏，像还能有不死的吗？将不死吧？他还能往回，他还能，我想想，他还能往，往哪儿走呢？哦，确实没地方走他只能动一格，了。他往哪儿走呢？他能把你的马吃了吧？应该。我马吃了，我皇后下一步直接斜着走，僵死了呀，也是，直接就死啊！我皇后靠着国王还能有僵不死的吗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懂啊！大他就概，算把我皇后吃了，我这个车也弄死他了呀！这大概就是国际象棋吧。可以啊，
国际象棋不也是这规则吗？不不不，大概这是他妈的费伦的国际象棋吧，大概。啊，我真麻了呀。对呀，这也是两波，这是白国王，这是黑国王，黑王后吃了这个，吃了这个，哦哦哦哦，懂了。什么？你把黑王后换到这儿来之后，他的黑王后就把你踩死了。王后到这儿来。对，你的哦，对对对，你说的对，我傻逼了。哎呀，零至十，行行，妈，国际象棋也没有变马腿了，反正跳这儿来，踩他，踩他。他得动，踩他，踩他，他得动一个，哦，不行，他就吃了，再把看不，看不住。哎，我既想起国王好像也不能相见来了。哦，不能吧？等一下，我。其实我不到这里踩死他，往后走一步。你这个马现在能踩到他屁股后边这一格吗？你动一下马，我看看，动一下马。就这一格吧。对，就这一格和这一格，就这两格，他能踩到吗？哎，能。可以啊。那我有一个想法啊，你白卒往前拱一步，把他这个卒，哦不行，他边上那个卒能吃，白搭白搭，白搭，白搭呀！哎，你看小晴他们弄这个东西，你指望他们弄这个东西给你出个攻略，是不是有点？小琴不进来，拿着大锤把这逼棋子都砸了，就算给你面子了，操！哎，兄弟，吃点东西一想，我吃口东西了。我倒是看着有攻略的，我就去你妈的吧！我为什么非得让他消灭呢？我自己消灭。嗯，哦，那到底儿了呀？狠狠的制裁博特安啊！他们自己消灭不行吗？为什么非得让他消灭呢？冒险家日志 N3。算了，不会消，看看，想想怎么弄。你得再往前读一个，你这个档只剩一步了，一步踩不死了可能。还是说他必须就是一步将死啊？他这个东西，他应该是有三次机会，然后，嗯 ，OK， 懂了。中午了。
烧脑，烧脑，烧脑，十分的烧脑。Let's go。不对，不对。哦，他这个像是这样，他这个像是纯洗啊，这组的是吧？对，春节的。看北卡，你这他妈的，你这个白驹，白驹走到这儿确实能把他卡死，但是他他妈他这个东西一脚就踩下来了。嗯，别上棋盘，别上棋盘。哎？怎么了？反正我存档了。那想想，到这儿来，他吃，我试试。哦，两步也行哦，这算走对了一步。啊，然后哇，我刚才怎么想的来着？啊，等会儿我刚才怎么想的来着？哎，我刚才那一步是怎么想的来着？第二步，我为什么要走这个？走这个局，哎，我脑子有点懵了。哎，我刚才印象里是我走到这儿了，然后卡死了，马能看着这两个地方。对，好像是卡死了。我也是在想，他能卡死了，看住这两个地方，但是主要你这个，哎，皇后要是不能吃皇后的话，你把皇后一贴，他不就戒了？哎，不对，皇后不能吃皇后，刚才那步就到底了，我。哎，我是怎么想的来着？哦，拱卒他的卒就吃了。哎呀，他妈！我想错了吗？是。他这个卒子能掉回头，他这个卒子能左，哎呀，能左右吃是吧？能吧，大哥。我动一下自己的卒子看看。这一步对了，这一步对了之后呢？卒斜向吃子。嗯，看看，无效移动，卒可斜，哦，卒只能斜着吃。哎呀，哎。我说哦，不对，你把他吃了，是他妈有皇后看。哎，等会儿，皇后如果到这儿，
好像解开了，我不知道是不是。等会儿。你动吧。好像国际象棋里的马能二连跳。咋了？十七，失败了，惜败了。这第一步是对的吗？不知道啊。我突然有一个想法，他妈的，这个马他说能连跳两步，是不是可以先蹦到这儿来，然后直接连跳两步？我看着好像是这个描述是这个样。往一个方向移动一格，再往一个方向移动两格，那不就是日子的吗？哦，没事，他的叙述有问题。我说我记着不记，我他妈不记着有这个 B 规则。哎，我说呢，那主现在少了一波了。闪电抗性，反正肯定还是狙往这儿走。哎，我刚才怎么？我想想，然后看住这边嘛，看住这边，接下来没得动。我如果走这里的话，如果走这里，他吃完后我就直接吃他。那王后要是下来，那怎么办呢？王后要是下来，我该怎么办？现在王后和相互看，你把这儿踩了，他这个过来，你给他踩了，将军。现在是少一步了，你知道吧？哦，对，你给他踩了，他要敢踩你，你就给他踩了，踩了之后就将军了。那如果国王吃了我这个皇后呢？国王能吃皇后吗？那不管国王吃皇后，如果他这个车吃了我的皇后呢？哦，对，他这还个车，我的。要这一步，我想到这一步，就是这一步，我动谁呢？往哪儿动？哎，好烧脑。你给他踩了他，我的妈！好他妈烧脑筋！跳过来了，跳到这个位置。看住皇后和国王，但是，会不会他踩了？那边的话就将军了，但是他可以往这儿跑。将军用他踢。
这儿吧。他是保证两步之内能僵死他，还是咱再走两步就僵死他？不是让他死，只是僵死他。是不是这一步错了呢？你说动撅吗？对呀、啊。撅原来在哪个位置？那你直接把撅拉上来，把它吃了。哦，不行，它主教在这儿，怎么也是动它。不是，就是如果第一步不将军，皇后就直接被吃。啊，那确实。想想皇后换，我感觉错了，我感觉错了。啊，我随便动一下，重新来一遍啊。OK。哦，他吃不过去。我有个喜欢，他吃了他过来换，我给他踩了，白搭，白搭，白搭，就是给他踩了，他妈还有一个黄，哎，哦不对，卒子得拱到底下才能变成黄虎，那没事儿。炉子吃皇后不能变皇后，啊，那皇后死了直接判输，说明最后肯定得用皇后去将。第一步先跳马呢，烧脑，烧脑，太烧脑了。马第一步跳到这儿来，把他和他看住，然后，如果马跳到这儿来，他能，如果马跳到这儿来的话，这个卒子直接就把这个马吃了。对，我能把它踩了。他也会猜，我的跳。嗯，不会，唯一只有一种解法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我试试啊，我试试这个，我吃他的卒，他往后踩过来，
直接，我如果吃他的族的话，往后踩。北大洋，北大洋，北大洋，是他的族，然后如果到这儿了，然后再这儿呢，然后如果到这儿来的话，像可以往下翻。哎，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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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踩了他，他往后过来，我就过了。看，我不想看。哎呀，媳妇，媳妇，反正能独打，挨个试。我如果往这儿踩过了，击，击喽！哎，你等，你等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刚才突然有了一个思路，我看看。如果国王不能吃的话，这里边国王好像不能吃。那国王能吃，能吃吗？国王能吃他周围八格的本，那就没吃了。哦，不行，你他妈跳到这儿了也有厨子看了，操！ All right, me.到这儿呢，这儿的日子的话，也就是踩，啥踩不着？哎，现在有办法跟他换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他这样允不允许。我这不到啊，跟他换了，就是比如说啊，我把这个马
跳到现在这格上来，我就看住了这个黑族棋子这个位置，我拿那个白族踩他，他总不能拿黑皇后过来，他拿黑皇后踩过来，那我拿马给他踩了，他拿车给我踩了，我把白皇后拉上去，他不就到点了。你马跳到这儿来，然后对面咋动的？啊？我说你马跳到这儿来，对吧？嗯，对。马克这个位置。那你觉得对面会怎么动？对面可能会，我想想，马要跳到。对面直接将军呢？将军啊，你意思把这个黑皇后给拉下去，或者说吃了皇后直接。哦，也对。那第一步只能要么先弄皇后，要么先弄车。好烧脑，兄弟，好烧脑。走日子。皇后被踩。打死老王后给踩了，这个马也踩不到，是个逼主教。是不行，负的吃也不行。妈，现在看出来是哪几个？这个。踩下去将不到他的军，好烧脑啊！他不用动的，这些肯定是最优解。踩过来，他动竹子，我竹子往前拱一步。我竹子往前拱，我防护嘛。这儿将军，那必须要解。我竹子往前拱一步，他就要往后撤。哦，他就要撤。这个。看住他俩，他势必要动他踩，然后他踩完之后，他直接踩过来，踩过来看住国王了，国王要么往这儿动，要么往这儿动，要往这儿动。
首先，我这儿有一个自动卡，啊，我把这儿，哦，不对不对，哎，妈，这个东西功力格踩不着它，我刚想，现在操我。我这样斜着吃过来，他要么动他，动他也不可能直接，他就他踩过来，他踩过来，他踩过来，他的攻击范围在这条线上。我踩过去，我踩过去，我有狙。嗯，到这儿了，我看，我试试了，我试试了，你试试，还过了，不让动，失败，说明这第一步不对，第一步那就不能只能动白驹吧，我这。那有可能就只能动白驹啊！你就现在这个形势来看，咱第一步只有白驹是对的。咱俩是不是刚才，你是不是刚才也想到有一个白驹动白驹，然后接下来然后可以赢的那个方法？对的。我刚才明明想到了，哦，哎。猜到。看死